我现在当时你幻想的未来里，一下拿着火箭模型想象在天空遨游，一会又拿起拖把，一身清洁人员装扮，他是香港影帝梁家辉。已经十二年没有拍 MV 的梁家辉难得再度演出，到底是谁面子这么大能请得动影帝出马？答案就是五月天。其实梁家辉和五月天没交情也没合作过，但因为欣赏五月天的音乐才决定受邀演出。梁家辉在 MV 中饰演太空研发工程师，退休后依然没有放弃建造出一艘火箭的梦想。在工地做粗活，在面摊洗碗，当清洁人员，筹措梦想基金。饰演工人时，他在烈日下背着七八公斤的水泥，为求贴近角色，他还主动拿起地上的泥巴往自己的身上抹，可以说是超级敬业。五月天拍摄新 MV 请来大咖影帝助阵，而事实上，五月天自己也将在周华健十月份的演唱会中担任特别来宾。追逐我的理想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。周华健再度唱进小巨蛋，为了展现诚意，他用亲笔写信加上录制影片邀请的方式，成功请来包括李宗盛、五月天、任贤齐等等大牌重量级嘉宾，除了要让歌迷大饱耳福之外，更要看得过瘾。记者廖玉志台北报道。